美参院外交委员会美东时间在14号将要审议台湾政策法案的草案。由于法案的内容包含了更名台湾代表处以及提供军援等等，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已经在今天指出，民进党当局不择手段来拉拢美国搞涉台议案，台独图谋不轨，并不会得逞。我们稍后也会有完整报道。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愚帮你来打折。